以呢，大概千万别忘了这两个掉下来的这个这个硬的东西啊，硬红的东西不要放在行李架上啊，这就掉下来，然后头上啊。好，这是第二点注意事项。那么第三点注意事项就是时差问题啊，时差。那么我们经常会说。Hello， 你们想过来？哎，对对对。